接下来一首歌是我们只是一颗尘埃，然后这首歌呢是想要写一个我们大家啦，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或是不管你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我们都很像一颗尘埃这样子。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会遇到，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会分离，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会降落这样子，有时候可能又被风吹起来这样子，就是有点像爱情嘛，可能也不一定是爱情，可能跟家人也有一些关系，就是你可能也不小心就给你爸妈生出来这样，好，我们请对不小心生出来，好，然后好，可以。
看好了，有桃园来的朋友吗？有没有桃园来的朋友？讲真，有吗？有没有杨梅来的？应该很难吧？啊，有没有客家人？因为我下一首歌要唱客家歌，哎，齐威，客家人，还有客家人吗？有吗？客家人，我每次问都没有客家人哎，就是平常就是礼拜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唱作俱佳》，鸟蛙村的一个节目。如果你们有兴趣啊，每个礼拜三，都会有一个舞台可以自由报名上台这样子，然后它叫《唱作俱佳》，对，然后每次我都会唱几首客家歌，但在那之前我都会问有没有客家，就想说会不会有人有共鸣这样，然后通常都不太遇到客家人，还是自己是客家人他不知道。这也有可能吧，有可能是不是，对，所以应该是要问说有没有人会讲客家话，好像没有。好啊，有没有人会讲客家话？我听到有人说有哎、欸，你看，问有没有人会讲客家话就有。怎么是他？嗨，阿姆，他叫阿姆，他叫阿姆。好，然后接下来下面这首歌呢？它叫做十招歌，然后像客家歌啊，其实有九腔十八调，九个腔调，然后歌有十八个调这样子，然后都是固定的形式，然后他们呢就会用词填进去这样子，然后像台湾啊，如果客家人来讲的话，主要是海陆跟四线腔，就讲话的音调是这两种这样子，然后接下来下面这首要唱的十招歌呢，他就是在讲那个老公跟老婆新婚的时候的那种调情的一种的感觉这样子。不要跟着进入拍子啊？哦，没有。说进入的没有进入你的状况这样。哦，差不多。哦，你说在那个之前呢？我有点紧张，其实还蛮紧张的。然后我紧张的时候就不会聊天这样子，还是我不紧张的时候也不会聊天，也蛮不会聊天的。喝酒的时候可能比较好一点啊，就如果大家想要那个等一下可以跟我好好聊天的话，可以去那个火车站附近有一家叫马子坝，或是那个达鲁马特有一家叫蝴蝶谷，终于会遇得到我。嗯，好，可以问大家谁去过蝴蝶谷？有人去过蝴蝶谷吗？有哎，蝴蝶谷，马子坝的，等一下会去马子坝的举手。好，我们才唱到第三首就开始约了。对，就开始约了。好，然后那下面这首就是十招歌。
哦。